相信每个人都期望自己能够拥有足够多的钱财，从而能够天天吃大鱼大肉、好酒好菜。可是如果自身没有很好的财运，赚不到钱的话，想要实现这个愿望恐怕很难。这三大生肖七月下旬开始财运变得十分旺盛，从而能够顺利发财，过上吃穿不愁的日子。生肖鼠，生肖鼠虽然有着不错的财运，但是这个属相的人做事情总是小心谨慎，花钱这方面更是小心翼翼，在没有赚到很多钱的情况下，往往不会随便乱花。七月下旬，生肖鼠命中有比肩催财之势，财运得到强化，从而能够顺利发财，让生肖鼠天天吃香喝辣。生肖狗，生肖狗虽然说有着不错的财运表现，但是这个属相的人花钱往往大手大脚，赚到手的钱很快就会消耗掉，这样的人往往难以积累财富。而在今年的七月下旬，生肖狗由于命中有后土之力相助，财运大幅度提升，财源滚滚，吃喝不愁。生肖猪，生肖猪不仅命中有福，而且财运也十分的旺盛，虽然之前的几年因为运势欠佳，成小猪始终未能发财，也没有过上好日子，但是今年的七月下旬，生肖猪却会时来运转，运势一路高涨，财运节节攀升，天天好酒好菜，不差钱。